冠军之地真优秀，咱们来到这里当老六。哦，我有两把新好枪，一会儿可以舔大宝箱，一支穿云箭，前身我马来香箭。这个时候我脚下来人了，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想抢我空投，直接给他带走。手持一把爆炸猎弓，拿你小命轻轻松松直接补掉。这个时候远处又过来一辆车，那我必须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侠级霸功法。兄弟兄弟慢点跑啊，跟不上了，这小子车技真挺好，今晚上的鸡腿少不了。我教你啊，直接击倒一个把他给补掉，这小子有六七，我的都是我的，他队友吓跑了。山坡上面在打架，这个小子直接拿下击倒，直接秒补，他都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哎，丢丢，细节全都是细节，直接拿下。决赛圈了，有个小子在厕所里蹲着呢，我直接给他堵住。难受不？嘿哥们儿，难受不？你个老六，别在地上趴着了，能听到我说话不？那边有个人被我抓住了，过来，上车上车，我都看见你了，上车。哎，对溜，我跟你说，你看前面那个厕所了不？那小子在搁里边不知道干啥呢，你就会一会儿往里面丢个雷，知道吧？哎哎哎，嘿，你干嘛？我操，你脏东西！